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姐。现在呢，已经是晚上的11:30，我已经准备要去睡觉了。可是呢，我的沙滩上突然出现一只我没看过的猴子，是天圣呢。所以呢，还能怎样呢？来帮他布置家吧。跟我说吧。好好，那口头禅好可爱哦。麻烦你卯足干劲好好做了。他想要桃子包围的，但是他提供的家具跟桃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反正就是要中式的啦。好，桃子嘛，那就给你住樱花这里啊，这里就很世外桃源了吧？就这里了，这里给你住，很满意哈。天啊，天色好可爱哦，好想把它邀到岛上来住啊！哇，好大，这应该就是凉亭吧？好好，交给我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从外面开始吧。凉亭就放。凉亭位置好尴尬哦，我决定呢，像这样的房子跟凉亭，我很想放前面，但是放前面的话，就完全会遮到后面的视线哦，那只好还是放在后面了。其他的话，荷叶桌这是什么桌子？第一次看到哎，先把它拿出来看一下。哦，是小边桌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光显泉水？好漂亮哦，这个就放在这边，然后搭配这个洞穴山，好漂亮！哇哦，还有洞穴是怎么一回事？这里是孙悟空被压500年的地方吗？这是可以走进去的吗？不能。好吧，那好像比较没什么用。洞穴也蛮酷的啦，但是这叫我要怎么放？这里还可以放一个洞穴吗？不行，这里已经刻满了。那山好漂亮哦，泉水也好漂亮哦。凉亭呢？哇，就长苔藓的，哇，这样就更一致了，好漂亮哦。反正那边应该不会有人去啊，我们就在这边用石头造一些景。青苔石的石灯笼，哇，天色的照片好可爱，我的天哪！竹长椅，来这边，确保一下通路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再来呢，我们在这边稍微的铺一点路给凉亭。棒棒。在这边种树就是樱花树了，好漂亮啊！那我们来一个小的樱花树吧。除了樱花树以外，这个粉红色的鸡蛋花，这个也好漂亮。可以放在这种地方。再来加些百合花。接着呢，我要来用我的设计铺出一条不规则的路。
好漂亮，居然还有这么大棵的松树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松树，哇，这个要好好摆才可以摆得出它的味道。我先把池子移开，然后松树把它摆过来这里。我再放个桃子金下香，这边呢再放一个圆木桌，然后我们在上面呢放一下比较小盆的盆栽，松树盆栽、樱花盆栽，位置互换一下好了。居然还多了蒲团这样的一个家具哦。在这里坐在这里感觉一定很赞啊，放个竹屏风放在这样的缝隙中，房子给它改成这样子吧，超级中式的，应该也很合天盛的人设。最后呢门口再放一盆植物，这样外面应该就 OK 了。好好看哦，我的天啊，我们换来布置里面吧，这些家具都好漂亮哦。好，再来里面呢就是中式家具大合集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一口气拿出来，10×8应该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呢我们来帮他选一下壁纸吧，先来看一下他指定的壁纸呢，有这个中华风格、东方风墙壁、樱花树墙。好的，那我觉得就是东方风墙壁，但是呢有一面墙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中华风墙，像这样子。地板的部分呢则是有旧木板地板，哇这好漂亮哦，这是新的地板，深色拼花不规则石地板，我喜欢不规则石地板，因为非常符合这个东方风系列的家具，东方风装饰架。然后因为我自己呢就喜欢红色，所以呢我也没有打算改颜色，花鸟就是尽量给它红到底，出色花瓶。再放一个蒲团在这里，哇好中式哦，但很可惜没有拿到什么毛笔字之类的东西，但是有一个古董地图放在这里，这个地图太适合 X 调查了。再放一盆剑兰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草席之类的地毯啊，中式地毯，哇好中式，那就放这里啦。好好红啊！我刚想要草席的，没想到有这样的东西。中华风地垫服，放在这里吧。再放一张屏风遮住床，来个青瓷花瓶。这个房间放了好多易碎物啊，再放两张坐垫在这里给客人用的。再来该把中式餐桌给摆出来了，需要吃饭的地方，中式椅子，放个3张好了。这边呢有个和风抽屉柜，虽然说是和风，但呢摆在这里也完全的不会觉得奇怪啊。
但是和风的柜子比较矮，我想把它摆到后面这边去。那这个比较高，放到这边来，刚好可以遮挡住里面，让睡觉地方不会那么轻易的被看到。可以放个纸老虎，种个迷你仙人掌组合。再来是这个挂轴啦，我们选用茶色的，画个山水画吧，放在这边。再来放个铜锣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铜锣，但是呢，只要看到这个就会想去敲，对不对？后面这边呢还放了一个易碎品，如果敲响它能把它打碎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获得被天圣踢出去的机会。这个也太适合了吧！来屏风，我想把纸老虎换成这个金色大彩绘盘子。啊，你们换位置好了。哇，好亮！那盘子好亮。再来，我们来挂个中式灯笼吧。挂在门口，另外还有这个灯笼组合，这是天花板家具，好喜气哦，但感觉不太好使用哎。大红灯笼高高挂，这样子吧。那这边呢，再放在这个床的正上方。好了。大概这样子吧，这边呢也放一个好了。这个一排的看了有点可怕，我还是把它拿掉好了。然后改用这个中式照明，啊，这个气氛对多了。好的，虽然充满了各种刻板印象，但应该就是这样子吧，中式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应该要放这个匾额的。那灯笼我们就挂在这边吧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再多放几幅不一样的图案。看起来就很厉害了。好的，这样子呢就完成啦，超级中式的房子。那我们来跟天圣报告一下吧。完成了基地，这是你的花果山，好可爱哦。还好没有花太多时间。想象中的世外桃源，真希望连室外的动画也看一下，室外也做得很好哎，难得。棒棒。哎，我们来拍个照吧，但是我想要拍外面。天圣，麻烦你坐在这边好不好？这边打坐一下。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麻烦学长困在那里一下，你们两位可爱的猴子。学长太矮看不到，那你们两个互换位置好了。天圣，你过去那里。哎，这居然还会发光啊，太可爱了吧！
太漂亮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把学长从这里解放出来。哎，是说我们可以帮他换衣服，对对。应该有些比较中式的衣服，哇，像这种功夫服应该也不错，好可爱哦。好，那就决定给他穿这件了吧。嗯，还是这个颜色好，太可爱了。我要回去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工作又完成一件了。对呀、啊。耶、yeah, ，一万二。有啊，我有买过，买过了。哦，我还没吃，我都送给人。好啊、哦。好，今天呢完成了，我该睡觉了。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哦！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会那么快的遇到新动物啊、哦！那今天的任务圆满达成啦、啊！哇，这边的月亮越来越漂亮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开始呢，会有不一样的 ending 画面哦，请大家期待一下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